直播到9月26日是北京时间2018年9月26日晚19点35分。2018赛季中国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继续进行。广州富力坐镇主场越秀山体育场迎来北京中赫国安的挑战。上半时比赛张稀哲助攻巴坎布首开纪录。奥古斯托禁区内巧射重注。下半时比赛韦世豪替补出场梅开二度。最终国奥客场3-0击败富力。总比分8-1击败对手晋级本赛季足协杯决赛。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。北京中赫国安坐镇主场5-1大胜富力。一只脚已经提前迈进了本赛季足协杯决赛门槛。而国安上一次杀进足协杯决赛还要追溯到2003年。因此在国安本赛季的出色表现下，球迷没有理由对这支球队充满期待。反观富力，球队在首回合惨败工体后晋级希望渺茫。此役回到主场，富力主帅斯托伊科维奇也对阵容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轮换。当家射手扎哈维也没有进入比赛名单。首发方面，奥古斯托、比埃拉以及巴坎布悉数登场，而富力方面则由乌索领衔。比赛开始第二分钟，张宇前场精彩的突破后分球，但张稀哲没有及时前场，并未领会其意图。第四分钟，比埃拉右侧肋部直塞，前插的巴坎布没有拿到皮球。第六分钟，张稀哲右边路连续调整后起脚传中，禁区内张宇高高跃起头球攻门，皮球稍稍高出门楣。第八分钟，陆林前场右侧定位球掉向禁区，但在国安的密集防守下没有形成威胁。一分钟后，国安发动反击，陈伟明无奈下放倒比埃拉，主裁判果断向其出示黄牌。第13分钟，富力前场打出流畅配合，但最终乌索横向传球力量稍大，肖智停球出现失误，错失进攻良机。第15分钟，长飞亚右路持球内接后几脚兜射，皮球击中弧顶附近的卢林发生折射后稍稍偏出左侧立柱。第19分钟，国安率先打破场上僵局，比埃拉反击中送出凌厉的斜向直塞球，无人盯防的张稀哲高速持球杀入禁区后横传，跟进的巴坎布轻松推射空门得手，国安1-0领先富力，总比分国安6-1领先。第20分钟，比埃拉大禁区线前调整后低射，皮球稍稍偏出左侧立柱。第24分钟，张稀哲开出右侧角球，禁区前定位置乌索头球将球顶出禁区。一分钟后，奥古斯托在禁区外尝试远射，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。第26分钟，张稀哲右路杀进禁区后选择到三角回传，禁区弧顶位置包抄的位的于道宝调整到左脚后起脚劲射，皮球被韩风奋力扑出。第27分钟，富力发动快速反击，但长飞亚在左路持球，有些急躁的尝试直接打门，皮球被郭全博轻松没收。第31分钟，陆离左侧角球掉进禁区，中路于大宝将球解围。一分钟后，比埃拉禁区前挑传，皮球直接被韩风出击没收。第33分钟，张工中场防守中从身后凶狠放倒比埃拉，主裁判果断出示黄牌。第36分钟，比埃拉禁区前巧妙分球，奥古斯托包抄打门，皮球画出一道抛物线后击中立柱弹出。第37分钟，富力前场点位球掉进禁区，后点跟进的伊藤将球垫到门前，回防到位的巴坎布抢在包抄的乌索之前将球大脚破坏。第40分钟，国安发动快速反击，巴坎布持球杀入禁区过掉出击的韩风后用脚后跟将球回做，张稀哲跟进一脚劲射被防守球员挡出，随后比埃拉基紧跟进尝试远射，皮球高出了球门横梁。第44分钟，巴坎布干扰乌索开出定位球领到黄牌，半场补时第一分钟，巴坎布与奥古斯托在禁区内打出二过一配合，韩风注意力集中，抢到奥古斯托打门之前果断出击将球没收。半场补时第二分钟，陈伟明右侧轻巧
的口过刘欢后起脚劲射，皮球稍稍高出球门横梁。半场结束，国安暂时客场1-0领先富力。一边再战，富力做出换人调整，黄正宇与陈志钊分别登场，替下陈伟明和江基宏。第47分钟，托西奇左路传中被挡出，外围跟进的陈志钊迎球抽射，皮球撇出了左侧立柱。第50分钟，黄正宇右路起脚传中，禁区内张宇头球将球顶出底线。第54分钟，张公在弧顶前的球选择一脚远射，皮球高高的飞向了看台，没有形成威胁。第56分钟，长飞亚中路精彩的连续突破后分球，陈志钊左侧肋部的球后起脚兜射，皮球被防守球员勇推挡出。1分钟后，陈志钊左侧内切后起脚低射，郭全博奋力将球扑出底线。第58分钟，陆林禁区右侧持球摆脱张稀哲的防守后起脚吊射，皮球稍稍高出门楣，这个球也引起了现场球迷的阵阵掌声。第60分钟，张东禁区前巧妙的送出斜向直塞，小禁区附近卢林基紧插上尝试低射，郭全博奋力用身体将球挡出。第62分钟，比埃拉中路送出一脚直塞球，巴坎不高速前插，韩峰迅速出击将球破坏。第65分钟，大比分领先的国安做出换人调整，韦世豪与王自明出场，替下比埃拉和巴坎布。第69分钟，奥古斯托中路分球，刘欢左路套上完成传中，皮球被黄正宇用手臂将球挡出，但主裁判看过视频回放后并未判罚点球。第72分钟，张公右侧肋部直塞稍大，卢林没有追上，皮球直接出了底线。第74分钟，富力做出本场比赛最后一次换人调整，马俊亮出场替下张公。第77分钟，韦世豪左路底线扣过防守球员后小角度都射球门远角，皮球稍稍偏出右侧立柱。第78分钟，韦世豪禁区内再度觅得良机后尝试攻门，韩峰倒地将球扑出底线。第81分钟，韦世豪左路面对托西奇尝试突破没有成功，皮球被托西奇助脚破坏。第83分钟，托西奇利用强壮的身体前场抢断成功，精彩的连续突破后托西奇尝试打门，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。1分钟后，乌索在外围一脚是大力沉的远射稍稍高出门楣。第85分钟，韦世豪右路低平传中，奥古斯托中路包抄打门稍正，韩峰用身体将球挡出。第86分钟，国奥扩大比分，江涛右路传中被防守球员挡下，但江涛的球后再次选择传中，雷世豪中路跟进扫射破网，国安2-0领先富力，总比分7-1领先。第89分钟，国安打进本场比赛第三粒进球，张稀哲左侧肋部突入禁区后倒三架回传，韦世豪包抄到位爆射得手，国安3-0领先富力，总比分8-1领先。2分钟补时结束，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最终国奥客场3-0击败富力，总比分8-1晋级决赛。北京中赫国安首发25郭劝博优23 28江涛3于洋24张宇15刘欢8蒲城23比埃拉657韦世豪 U23 5奥古斯托8826吕鹏10张稀哲17巴坎布6520王子明 U23 19于大宝替补未出场1侯森18金泰妍29巴顿 U23 33池文艺广州富力首发25韩峰17张晨龙3托西奇18伊藤19江基宏46 32陈志钊40陈伟明 U23 46 36黄正宇 U23 4张公74 26马俊亮 U23 8乌索9长飞亚23卢林29肖志替博为出场1陈月磊11丁海峰20唐淼15李提香